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振宇，然后来自吉林省吉林市，我今年整整30岁。婚纱哎，他好黑哦！哎，你不是穿婚纱对对对，我穿婚纱。你老公呢？老公跟我还没有领证，对，打算今年年底领证。然后我知道娜娜嫁给张杰的时候是整整30岁。他今年要结婚，我要代表我的好朋友谢娜送你一首歌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反正谢娜是这样的啊，反正这个意思嘛，啊，就表示一个祝福啊。嘿，我娜娜。